最新的国际消息还要来关心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，绰号 Q 萨满的前司令，将在当地时间17号，因为之前呢，今年1月刚刚攻击国会山庄的一事呢，遭到判刑。前司令在1月6号的时候，跟其他川普支持者闯入国会山庄。当时他赤裸的上身，头戴牛角这个皮毛帽，成为了数百名袭击人士中最容易辨识的人之一。他被指控没有经过授权就闯入，而且停留在这个受到管制的场所，另外还包含了暴力进入国会大厦，而且行为不检这2项罪名。那另外，联邦检察官现在已经要求法庭将前司令判刑4年3个月，确定。